我知道很多直播间的家长，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其实不是高中段的家长，也不是高中段的学生，就是为了来听个乐子，对吧？来，有这样的家长扣个五来，我看有多少？有这样的人扣个五，你家根本就没有报志愿的需求，也没有考研的需求，就是晚上没啥事就看我直播，在这嘚瑟的是吧？你把一帮人一天天的啊，这是个正经的升学规划直播间，好吗？哎，你这当娱乐主播看的？你要在我面前，我邦邦给你两拳头，知道吗？当娱乐主播来看的，真是的。